都吓我就走了。赶上不得电影娃吗？你还是上班呢？还玩一个？还玩啊？还玩？请问你找谁？我找李晶。哦，李晶啊，他已经搬走了。搬走了？嗯。什么时候？真搬走了？嗯。我能进去看看吗？不行。只要你说你是来找我的，我就让你进。我是来找你的。你连房东都没见着就把房租了，哦，那幅画是李金留下的，给你吃个橘子，我研发的热橘子，尝尝吧。你要坐一会儿吗？东南亚的一个地方吧，那个地方据说很不错，然后我前一段时间还一直都很想去那个什么热带岛屿然后游泳呢。为什么不去？为什么？那要是他不回这个地方呢？然后他回到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去了，那怎么办？悄悄来临，即使他在这个城市，你也不知道他在哪。梅花伴着雪花。哎，那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？你没有以前你没有和他想过一块儿去某个地方，应该会是你们一直都很向往的地方，会有吗？见到被光阴遗忘的心。谁能够站在时间的门外，把走失的岁月拽回来？谁能够带着生命奔跑，把青春装点得更精彩？Our voices shine the sky, but